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到，在昨天晚间发生一起坠桥的意外，有一名6岁男童跟着家人一同前往福隆游玩，回家的途中经过新北市的双溪公馆大桥，桥上呢吃东西，却是不慎坠落桥下被流水冲走，找到的时候已经没了生命迹象，送医抢救不治。夜色漆黑，搜救人员不放弃一丝希望，持续搜救，终于在水中将男童给顺利救起，利用人力搬运的方式将男童抬上大桥，送上救护车送医。靠边了，我们车子等一下要出来了。意外就发生在23号晚间7点多，警消接获报案，说是一名6岁男童坠落在新北市双溪公馆大桥下，随即派遣人车前往，沿着桥下还有水中进行相关搜救行动。据了解，6岁男童是跟着家人一家四口到福隆游玩，回程到双溪买东西，公馆大桥上停留吃东西，却不小心坠落桥下。那大概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哦，在这个桥墩的落水处呢，大概水深2米的地方，把这个小男孩呢顺利的救出。那救出状况，目前小孩子目前呈现 OK 的状况。桥面距离水面大概有3层楼的距离，现场出动人车，包括潜水人员，水上溪边搜救，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，终于找到男童，送医抢救后还是宣告不治。一家人外出开心游玩，男童却是再也回不了家。记者黄玉杰，新北市报道。